不，我是你们1388的冠希哥盲盒，究竟会让我亏多少，或者赚多少？传统环节回来了哈，很久没有给大家开盲盒了，之前忙了一段时间双十一，那这段时间呢，我也给大家收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盲盒 ，New Balance 啦、安踏的啦、呼马的啦、阿迪的啦，都会陆续呈上的哈。喜欢节目的话，赶紧点个关注，我们事不宜迟，马上来搞一波啊！这里的话呢，必须给大家科普一下，所谓的冠希盲盒呢，也只是我的对这个盲盒的简称而已。它实际上面呢是 Juice Market 的一个独家福袋。那这个福袋呢，是一位粉丝呢帮我在真正的一个 Juice 应该算是 Pop Up 店铺那里啊买到的哈，原价1388，里面呢总额会高于4000元，随机匹配的潮物单品。那除此之外，他们还在打折。那众所周知，其实冠希哥这个库存量还是蛮深的。之前我去香港的时候就去过他们的一个奥莱啊特价的这个仓库。香港卖完之后啊，到内地卖，那内地卖不完了，那就不再卖。你不要搞我，来猜价环节啊，一起来吧，大大跟你两个猜一猜吧，好不好？最终拍的离得最远那个还是要接受我们惩罚的哈。印度妈妈牌罗万子酱，3、2、1。4300，大家说3800，我说4300。OK， 来准备。好运来，祝你好运来，好运来，来来喜和爱。好运来，我们好运来，一路的祝福，幸福的同事怀。今年是冠希哥这个 Cop 的20周年，什么时候 Gas Station 到20周年呢？不知道，但我们努力哈，就会有希望。之前你们很喜欢的这一件棒球服夹克哈，我特意做一个同色系的拼袖呢，没那么容易脏啊，耐脏性一流，做了3个颜色。之前有一次尺码断货了，现在已经补上了，喜欢的话自行拿捏。好吧，看看哈，学会预定的感觉是，哎呀我去，给你看看，首先哈，哇，经济防水面料的一个托特包是吧？背一背它，可不可？好骚啊，这个包简称骚包。给我帅了，可以斜挎，还可以手持，那应该没多少人会手持吧？我看一下这个吊牌价多少钱，吊牌价是1080的吊牌价，这个是啊。整一个是这种格子的防水面料哈，啊，但是里面它有夹棉的，所以你放电脑什么的，它会比较安全一点，啊，能够做一个缓冲，整个头应该都能塞进去吧，应该。哇，挺大的，挺大的这个容量啊！再看看这个 ，Holy shit， 这是一套的是吗？这个福袋呢是可以选码数的哈，我当时让他们给我一个大码啊，所以这个也是大码，这个死亡颜色哎。冠希哥，这个是谁帮你做的？你告诉我，对吧？我拷打一下他，这个配色也太丑了，丑不丑？你说这个颜色，尤其是这种橄榄绿，我跟你说，就穿起来有点不好评价，不好评。第三样，这个还不错，街头霸王印花卫衣，你看这个，这是 Oregon 还是 By Oregon？ 哎，据我所知，这一个联名系列不是才好像没多久啊，像一年内的哇，这么快就放福袋了吗？啊，我觉得他们这个主标的处理方式还是蛮好的，在这里做一个刺绣，两条边哈，然后前面是这样子的。这一招叫什么？我不是玩街霸的人，我是玩拳王的人。看看，等一个感觉，你看看。还可以吧，吊牌价是它涂掉了，1388吗？是 IMB 1388，它涂掉了，给你们看看，涂掉了，直接涂掉了。好，没了。那这期视频会很短吗？能脱紧一下吧，好不好？最后一个，你猜怎么挣？贝亚 break 草莓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希哥，你这是囤了多少的货啊？1388就这样子吗 ？Holy shit， 价值4000呢？不是价值4000吗？啊，你这个草莓妹妹，你看我们后面这一些全部都是学飞款，以前这一些卖个1万2万块钱，大几千块钱，现在一个1000块2000块，是吧？估计大家还是觉得1000块2000块也还是割韭菜。人生如戏啊，佢同我讲，屌。哦，但懂 Bear Break 的人就知道 Bear Break 的这个潮流地位啊，还是有的哈。哦，其实还是5样哈，也是5个东西。你看，来看看总的价值是多少哈，以及我们直接跳到去惩罚环节，来结束画面。Mission complete。印度妈妈牌罗万子酱，什么味道来的？这个是黑酸梅吧，好像是。黑酸梅。嗯。啊咦，好吉利！我能只吃这个？可以，可以，你喜欢，可以。屎一样这个，
just like shit。兄弟们，一口干了哈，关系哥，干杯，干杯！你欠我300块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准备啊！我望着天空，看着飞机慢慢飞过。我第一次见你有这么烦你。云被吹散，还会回来。坚持的勇气能够给我。我告诉自己 ，I can do it。怎么说？怎么说？哦，还有一股。放久了酸掉了排泄物的味道，然后又咸。下次跟朋友玩游戏，爱他了就给他整一个，诚意推荐。这么多期，这个排得上前三难吃。然后大家觉得冠希哥这一波的这个福袋盲盒怎么样啊？可还是不可？也评个分。是那一句话啦，1388拿来做什么不好嘞？自己吃的也比说开这种福袋来的有意思多了。不过不要紧啦，嘉哥嘛，就是图大家娱乐，点个关注吧。我们后面还会有更加多的福袋盲盒闷包环节，我们下一见，来来你。